2分钟吃完这个汉堡，奖励500块钱，吃不完给他150。我的水都准备好了，你开始吧，计时吧。好嘞，开始了啊，开始了啊。美食不想做，排雷我来做。大家好，我是熊二，今天我又来了。我听说大唐国际这里有一个汉堡挑战，2分钟吃完一个汉堡，奖励500块钱。我感觉这个老板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，今天我给他来上一课啊。这500块钱我感觉已经到手了，搂他。应该是这个店吧。老板，这是有汉堡是吧？有。你知道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是什么汉堡挑战是吧？是有。是怎么挑战的？我们现在有一个是挑战我们的超级五层塔，120秒钟之内吃完是奖励500块钱现金。120秒吃完奖励500块钱。对。汉堡是什么样的？有没有成品？我看一下。汉堡成品没有，可以扫小程序可以看到图片的。就是这个是吧？对对对。哦，这个是如果要吃不完的话是怎么弄的？吃不完的话就原价买单就可以。原价多少钱？原价是158。158。对。那行，我来试一下。好嘞。这是我的是吧？对。5块肉都是我的，一个汉堡加5块肉，2分钟。怎么样，美女？你觉得我能不能挑战成功？那我等会儿再给你。我祝你成功。祝我成功？你看不上我，意思就是觉得我不能成功啊！我的妈嘞！我们试一试啊，美女，是兄弟们试一试啊。这个就是我们挑战的五层塔的汉堡。两分钟吃完就是奖励500块钱。对，2分钟之内吃完。吃不完就是原价买单。100多块钱。对，158。哦，我靠，这个汉堡兄弟们，2分钟吃完免单。啊，不是免单，是奖励500块钱。对，2分钟吃完这个汉堡，奖励500块钱，吃不完给他150。我的水都准备好了，你开始吧，计时吧。好嘞，开始了啊，开始了啊。这软骨瓜呀，来一杯生椰水是吧？其他的还有需要吗？其他的没有。好，上来。有点怨是吗？你刚才是几号？10吧。我的妈呀，这汉堡好大！哎呦，烫死我了，烫死我了！哎呦，来，你好，哎呦，好烫，好烫！蒜香干豆角就是也是土豆类的，但是三角形的土豆饭。我的妈！还有多长时间了？还有5秒钟。还有5秒钟啊！嗯。我的妈，这么快！10号是吗？好，时间到了。这么快，2分钟到了。4号准备好吗？我的妈嘞！好。哎呀，这个确实有难度，兄弟们。我吃了将近一半，我感觉我这个速度也够快的。味道不错啊，再来一点。2分钟这么快咬了？这一个汉堡的话，这个量一般人也吃不了。一般人吃不了。对。这是几个汉堡的量？这是5层饼吧？对，5层饼。5个汉堡的量是吧？对，可以这么说，5层汉堡的那个。快给我们介绍一下。平常的话，一个人吃多少个汉堡？正常来我们家的一个人吃一个汉堡就可以饱了。吃一个汉堡就饱了？对，这就是5个汉堡，因为我们分量非常足。我的妈，这挑战失败了。我买几个？一百多少钱？158。158给你是吧？对。兄弟们，我上当了啊！